大家好，我是小薇，今天我们是巧克力瘦猴，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露营，因为这个地方广播啊，它是一直循环在放，这样有点吵。这是瘦猴新买的一辆二手车，它是准备要改成房车、露营车啊，这样子。然后它的车后面是这样子的，后面空间是很大，就是可以改出来很漂亮，比我之前的面包车改房车会更舒服一点。但是他今天是不开这个车的，他是要坐巧克力的房车。你是开他的车还是坐他的车啊？可以试试开一下。可以试试开一下。哎呦，还不错嘛。要慢点，你要走慢点。好。不错不错不错。车门没锁啊，就这个晃得太厉害了。我这边有没关好？对，这个要关好它，不然晃。你还跑得挺快呀。可以，这个车不难开。那你天天开呀。滚。你是说什么？滚。小薇被两个人同时嫌弃，为什么都叫我滚？我不但不滚，我就跟到后面走。他们怎么还没走啊？怎么啦？车打不着火了。主副电瓶连通开一下。哪一个？那边那个红色的电钮按钮，你按一下。他车打不着火了，就是我提醒了他这个门没锁好，这样可以了吗？电瓶显示没有电量，你踩着他车打火没反应。你知道主副电瓶连通在哪吗？不知道啊。这就是自改房车和买的房车区别，啥毛病都不知道。我以前改那个就是我的所有电路都自己改的，就是很清楚。喂，英哥，那个车打不着火了，啷个回事？挂灯到上面了呀？挂在停车档，再打就可以了。还要踩到刹车？不知道。就没有完全到 N 档上面是不？肯定没挂到 N 档上，不用考虑。好，挂上了，挂上了。接着。还是哦，真的是没挂进档，没挂进档里面。是你刚刚打不着火的？他也没打着火，打了那么久。如果我挂的话，我肯定就挂进。你们别要争论啦，你们都是为什么打对？你老司机，就你老司机行了不？巧克力他没打对，孙猴也没弄对，然后他们两个都在争吵。我说他们两个人都没找对位置，怎么打得燃火？他们就说我是老司机。房车是可以进市区的，你不要按照大货车走，只要没限高都不影响的。还好我今天没跟你走，不然就走到高速上去了。好的，大姐。好，拜拜。嗯。他走到高速上去了，然后又掉头回来，就半小时吧。我在这里等他，刚好我要传一些素材。上次跟他去那个水库也是。我们选择没有走高速，走国道。走国道的时候，他导出来的比我的还慢了半个多小时。他导的是那种大货车的线路。其实房车只要注意限高的话，是很多地方都可以去的。我们现在走的是乡间小道。哇，好多车啊，都在这边露营。这边油菜花田。两辆二十元，对，哦，还可以。看，两辆车二十，还可以，还可以过夜。一档的前进档。对。八档是倒档。对，中间是空档。空档，运动档呢？没有运动档。没有运动档。轰油就是运动档，把油加大就可以了。哎，这是在。我慢一点，开那么快，没有开过市区。他给我一辆市区，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了，太猛了，要飞上天了。他那个面包车开的跟硬派越野的一样，但是还是要有很大的分寸，就是有些路线就是走不得。你都太没分寸了，你翻了几辆车了？
不是翻的时候不是在危险的地方，都是在危不危险的都能翻的，那危险的地方不是很恐怖吗？危险的地方你就知道小心了，就没有事情啊。不危险的地方你才会大意。哦，一定要注意。对对对，这个太恐怖。你这石头那么大，你要会一下。我知道。你以为你的面包车底盘更高？那也要会一下。我踩个油门。这很快的，你看那提速很快。哎呀，吓死了！这个路那么烂，你还风那么大，好的也晃。我的车就停在稍上面一点，是吧？他的车就停到边一点就好了，我的车可以往上开一点。你先，我的车先去试一下，看会不会陷下去，因为这有泡石头。来倒一下，从这个位置陷下去了就完了。他的车重，他的车三吨多吧，应该。我的车轻，试一下。现在的市区啊，陷不了，陷不陷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陷不了。哇，这边还有石头，挺好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你看这边很不错。去吧，那上面也可以。啊，可以可以。停到这里好。这边窗打开，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的邻居，美丽的邻居你好啊！邻居你好呀！你是从哪里来呀？南充的老乡啊！南充老乡你好！哎，这是谁？怎么不认识啊？你们两个在说？你什么时候换的？你什么时候换司机了？介绍一下，来郑总，可以叫他瘦。叫我猴，你很瘦吧？叫我猴就好。猴，为什么要威？为什么叫他小？我感觉我的车离得有点远，我还要挪到这个位置，应该会好看一点。拿错了，这是你的。什么？这是你的板凳，只有两个这样的。就我们两辆车停在这里，真的是好安静啊，清静的不得了，感觉比上次那个油菜花田更美。啊、突然就觉得像巧克力车上贴的，变成小仙女了。这里好美呀，好多花儿，你看房车停在这里，棒棒哒。今天晚上煮排骨，用排骨汤来做底汤。瘦猴什么时候才能吃你做的饭呀？不给机会。巧克力太勤快了。等着吃就行了。看你的厨艺。嗯。你看巧克力在默默的抹眼泪。没事，等一会儿完了过后，我们都说是你做的，然后说瘦猴做的好香啊。瘦猴你好厉害啊，做的好香。现在巧克力给瘦猴打下手，要把菜给他弄好，待会儿瘦猴就要开始。这次我就开锅盖，然后他就往里放就是了。你就指挥呗。哦，大厨都是指挥徒弟的。大厨都是你们把菜什么都弄好，我就掂个勺就行了。小薇你咋不干活？
啥？你说我不干活？这段巧克力在那里搓。你看你这个样子，你干了吧？我看你没干。所以你也不干。我擦不上手。别争了，干活使我快乐。我把视频剪完了，天也黑了。今天辛苦巧克力跟瘦猴了，煮了这么大一锅菜。你看，好多好多菜，好好吃，好香。今天辛苦巧克力了，你看，我都吃了几碗了。我在这里上传视频呢，又是满满的一碗。明天吧，明天回去。明天下午回去的话，我看那我们就得早一点。我们现在在房车里面 K 歌了，瘦猴要开始他的演唱会了。想知道多年漂泊的时光，是否你也想家？如果当时问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玫瑰别留恋，所有的话你绝缘，受了伤别伤悲，别让泪珠湿花蕊，别让我看见你的伤悲，我会为他心碎。别问自己对不对，心中有爱就很美。天马行空的生涯，盛开着永不凋零。